跑了跑了跑了，不能拍那个吧？拍一下没事。啊，爷爷你进来一点哦，有些朋友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今天我们要播种的，就是春耕季节到了，下周五吧，因为还要给植物上班，开始准备了。这个是我老妈做工的这个器具。热带就是很热。你看这里一个红鱼，红鱼，红鱼，好像你看到的是吧？那爸爸给你把它捞上来，好不好？你还有个，你看爸爸一捞就捞两个，厉害吧？厉不厉害？捞好了，抓了两个，还有一个红的没捞到，在这里面哈。对呀，手到擒来呀！谢谢，黄色的鱼，那肯定的。你看嘛，等一下，好像是小金。你都不来拍视频，啊、我都没拍。放在旁边。抓了四条。抓了个鱼。嗯。对，那塘里面跑出来的，估计是。本来准备要四两，他们等我们几次饭了。四两，很客气啊，他不吃啊。他们回去了啊。要你给他桌子上，我这样插个包子。我今天中午吃好多菜，有没有吃那个他放的家里吃烤鹅去了？那个，先不要他吃。姐妹们。小西，这个盘中的是我们的湖南怀化价买鸭啊，已经改好价了，改好了是吧？嗯，从来没有破过价。我们原来一只是卖56块钱一只，今天宠一波老粉宝宝啊，感谢大家对我以来的支持。他在这打乙拍啊，哦，柳州是吧？柳州哦。哎，姐妹们看好喽，这个是小西手中怀化的酱板鸭啊，这个是咸香味的，能吃辣的去拍啊。